富里乡的明理国小在这个星期假日呢，举办了建校一甲子的校庆，还有春校联合运动会，很多的校友都回母校来团聚，不少长官贵宾也都到场祝福。每一班同学准备有创意的进场表演，有些同学是边跳舞边走到司令台，也有同学打扮成大人的模样演了短剧，活泼又可爱，让在场的师生贵宾逗得乐开怀。这是富里乡明理国小的60周年校庆。富里乡明理国小2月24号、25号举行建校一甲子校庆以及春校联合运动会，迎接校友回母校来团聚，不少长官贵宾都到场祝福。大桥从东竹国小对面那条路进来哦，也让我们明理的交通就是可以更顺畅。这样，那这边呢，谢谢议员哦，那也感谢哦，虽然今天不到，没有办法远从台北下来哈、哦。那我们台北有一些好朋友，我们的台北福伦晨曦福伦社，他每年呢都会提供我们毕业生到台北去做毕业旅行哦。那我想还有一个很重一个单位，就是哈雷大卫制哈、哦，他提供我们客制化的毕业纪念册。在运动会开始之前，明理国小也特地颁发杰出校友，感谢校友们的付出。图书馆也展出历届校友的毕业照等等，让回到母校的校友们透过照片来回忆学生时期的快乐时光。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